大家好，欢迎来到掠影时光，我是小颖。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折翼蝴蝶》。每个新生儿都是上帝赐予一个家庭的礼物，他们是珍贵的，是生命的延续，是珍宝。无论男孩女孩，都是父母心中最爱的宝贝，因为孕育本身就是一件伟大的事情。然而重男轻女的思想却使得有些家庭的孩子不能一直享受父母从一而终的爱。《折翼蝴蝶》就将一个严重重男轻女的家庭的故事搬上荧幕，不禁触动了观众的内心。电影主人公艾米就是一个重男轻女家庭里的悲剧人物，她从出生就预示着她的人生注定是悲惨的。外公拄着拐杖坐在产房门外，咚咚咚咚敲拐的声音，一方面是内心的焦急，另一方面也是对男孩的极度盼望。当得知艾米降生时，这个敲拐声就变成魔鬼般的声音，萦绕在艾米整个童年。这似乎是一个魔咒，日日夜夜纠缠于艾米的内心深处。好在当时的父母还算爱她，对她无微不至，尤其是爸爸成为了唯一能让艾米感觉到家庭温暖存在的人。妈妈在外公的影响下成为一手造就艾米不幸的推手，在对儿子的渴望下，夫妻俩成功生了二胎，是个男孩。妈妈对弟弟全身心的爱，让艾米对原来他深爱着的母亲渐行渐远。他喜欢画画，更喜欢画蝴蝶斑斓的翅膀，那是一个孩子最童真最富有色彩的一面。他用尽自己全部的爱画出那幅最美的蝴蝶画，想要送给妈妈。可是一次意外，弟弟不小心摔下楼梯，妈妈以为是艾米的错，对其一顿暴打。从那之后，艾米的心开始封闭，他痛恨弟弟这个不速之客，他期望重新得到妈妈的爱，他不想再成为被遗忘在角落里的小蝴蝶。于是他微笑着捂死了弟弟。看到这里，真是满满的心痛和无奈。成年后的艾米饱受着母亲的憎恨和埋怨，他不再画画，也不渴求母亲的原谅。母女两人的内心隔阂让艾米一次次用锥子划破自己的胳膊，看着鲜红的血流出来，他得到了内心的宣泄。结尾之处，善良的父亲变成了植物人，母亲也疯了。遭到强暴孤立无助的艾米看到疯疯傻傻的母亲，一句女儿让她的心慢慢融化了。母亲亲吻着艾米隆起的小腹，母女俩的心结在艾米流下的眼泪里渐渐打开。生命不分性别，都是上苍赐予的，尤其是想要二胎的家庭，一定要对每个孩子都做到最大的民主和平等。切莫将天使遗忘在角落里时，才想起当初这份礼物是如何得到的。我是小映，更多精彩电影欢迎订阅掠影时光。